这里真的是因为头家说够啊，我一道花路5000块，一道我还起了嘛，所以我到底花路一块两块一块两块啊，安尼贵呐，一分我还起了，一分还起了，了我个暑假做安尼款来干，因为 help 人，我家己分好咯，这个是唔是好人安尼做里面来，这个是小人我人的 love， 伊讲大爱，大爱是 great love 嘛。慈济尼泊尔关怀团队中，不难发现有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志工，一直陪伴慈济志工协助翻译工作。他就是来自尼泊尔的杜西。杜西曾经在马来西亚槟城工作，并学习了一口道地的方言。杜西曾经的雇主恰巧是慈济人，也有机会接触慈济。在2015年尼泊尔地震时，透过雇主得知慈济志工在尼泊尔赈灾，他马上加入救灾行列。我头家说，伊甲我讲，落司机伊会倒卡手人，像个 disaster 啦 ，whatever problem 啦，了伊去倒卡手咯。2015咩有 earthquake 咯 ，earthquake， 了司机人分像个阿个单个垃圾安尼款咯 ，April 伊人分来咯，了伊讲 ，OK， 我人来爱做安尼款的 project 咯，像个伊 medical team 啊 group 有过 food distribution， 过 home visit， 了我人去伊个活动分做咧。出点个了多去嘛哈，然后一下司机个倒卡丘去 SPC 咯，一个 semi permanent school， 我人倒卡丘做伊个 drilling 啦 ，eye wearing。They are not Nepalese， also they want to help。我是这边人嘛，我个别爱做咯。Anuska 的出点么的 ？Ice cream 啦，阿嘞，dal bhat， 阿姆几把份 ice cream 点么的啦？गरीब पिंडा बेटा ला छले मेरा नाम है अटिंग टिंग सिया 小手合十，虔诚一念，杜心儿、杜可儿姐妹俩投入灵前，许下祝福。当没有足够零钱，父亲杜西带动下，他俩写下一句好话，当作零钱存入矿泉水瓶里。杜西希望把竹筒岁月的理念传承给两位女儿，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心想好意、口说好话、身行好事。我伦比尼这人无去读书，了伊个无穿衫水水，伊人坐个高卡尔个了垃圾，了有翕 video 翕 photo 伊人个咯，教我囡仔好伊看啦。杜西在马来西亚槟城工作时开始接触竹筒岁月，回到尼泊尔并未持续落实，直到今年他在兰皮尼随团访视后见苦知福，决定重新响应竹筒岁月。这个是古扎 Master 一样啊，一人五发只是竹筒一个字各位坐累了吗？但是我是个安尼款的 pattern， 所以 simple 大家人会做的，我都平常问一号我了，这个安尼款的关要我让孩子带去海里，要我学会头几首乐器手机咯，所以比如我教会囡仔分可以学你看咯。杜西目前在家乡耕种自己的田地，只要时间允许，他都会参与慈济的活动，也发心立愿要成为慈济的志工。Dr. Tang 一个 group 来，要我坐一坐我样去，我个队一样。了，伊甲我讲，个别爱做安尼款嘞，你把阮爱 project 了，想个自己个，哈物件爱 continue 了，所以都是如果爱做 volunteer 咯，甲我讲咯，我个欢喜咯 ，OK 啦，哈物就别，我讲爱做，那我做贵了嘛，做有缘我来做一遍咯。慈济志工用爱铺路，带动本土志工，愿杜西这颗菩提种子在佛国萌芽起来，在尼泊尔牵引更多善因缘。大爱新闻尤尼斯于少莲林学群尼泊尔综合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